我们看第十三哈，他说一个单狭缝哈，分别以波长兰达一跟兰达二，做之单色光做绕射实验，如波长为兰达一的第一个暗纹，兰达一的第一个暗纹，为波长是兰达一的第一个暗纹，就是德塔 y 一啊，以波长为兰达二的第一个亮，第二个亮纹就是德塔 y 加半个德塔 y， 为什么？因为德塔 y 呢是第一个暗纹嘛，啊，第一个暗纹跟第一个亮纹之间差半个德塔 y， 所以是 1.5 个德塔 y 重叠。那么他问呢，兰达一跟兰达二的比值多少？我们知道哈，德塔 y 是等于老六分之 r 兰达，这跟呢兰达成正比啊，所以哈，兰达一比兰达二等于多少？德塔 y 一比上德塔 y 二，但是德塔 y 一比德塔 y 二等于多少？是等于 1.5 嘛，就二分之三啊，所以是3:2，所以答案是二分之三。